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非著名不专业解说四郎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一盘名局欣赏，出自88年团体赛，红方是象棋名手任战国，黑方呢是一代宗师洪日华胡司令，这盘棋攻杀激烈，有惊天妙手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。咱们直接开讲，开局红方中炮，黑方上马，红方上马，黑方平炮，红方出车，黑方上马。现在是中炮对反攻马，红方冲棋兵，黑方冲棋卒，红方进车过河。胡司令提前高车宝马，那红方平炮，黑方起横车，红方上马，黑方平车捉炮，红方补士。那现在布局阶段已经完成，接下来胡司令进炮，准备平炮打兵打底象。这里红方有冲中兵呢，本局呢红方选择出车，置之不理啊。黑方平炮一打，红方飞边象，胡司令也补了一手象。这时候红方冲中兵，从中路突击，可能要走中炮盘头马。那黑方先进车防止红方跳马，那红方马骑进八，从另一侧跳出去。现在轮到黑方走，当时呢胡司令选择一个平车，盯住底象，牵制红方这个车。其实这招棋并不好，正招呢应该是平车占肋，防止红方一会儿平车捉炮这招棋。那我们看一下这招棋为什么不好。接下来红方往前冲兵，现在黑方肯定不能拱，不然红方上马一踩，那你黑方肯定要进卒了，红方直接马踏中象，黑方一飞，红方一打，那这个阵型明显是红方占优啊，拉出一串啊。那当时红方一冲兵，胡司令没有着急拱，他先对车。那这样一来，红方就走到了这招棋平车捉炮，捉炮是个先手，黑方肯定要先补手士，然后红方进兵。那这招棋可厉害了，下招马上要拱象了。胡司令也没什么办法，只能说先把这兵踩了，不然那个攻势太过强大啊。那当时呢红方也没有着急吃马，红方选择上马踩卒，也是很稳健的走法，因为黑方这个马呢跳不开，你这个马一跳，红方是吃炮了，这个炮没跟了啊。那当时呢胡司令就不逃这个马了，他选择进车准备杀这个兵。接下来红方把马一吃，黑方抢一步先手，进炮用马踩车，红方平车一捉，黑方一躲，现在这里是个双杯献酒的杀棋，黑方可以强行下底炮啊。这里红方落象也不是很好，黑方还有平炮继续打象的棋，那红方还得把马跳到这里来。那当时呢红方直接落士了，把这个杀棋就解掉了。胡司令继续抢先手啊，平车杀兵，要准备夺这个马，红方往上跳，然后再平车抓视角炮，红方补士。接下来黑方进卒，红方把车一掌盯住中象，这招棋什么意思呢？假设黑方不慎把底象砍了，那红方直接平车占肋，那这招棋走完黑方就可以投降了啊，因为你不能吃啊，一踩就死了呀。而且这个棋呢你还不能躲，你一躲直接车砍底士也是杀。那我们看一下实战啊，当时红方把车一提，胡司令把车平到中路，为自己的中路多加了一层，现在红方就不敢占肋了。接下来红方冲了一手边兵，黑方平个卒，红方平了一步炮，这招平炮呢也是非常毒辣的一个手段啊。接下来胡司令平炮打车，可是红方呢置之不理，他直接弃炮打象一将，胡司令把炮一飞，红方平车一杀，刚才那招平炮呢现在就发挥作用了，准备下底炮闷攻了。那胡司令只有说平车挡炮，那这个牌面红方很想加中炮，但是这里还有冲突啊，打着车呢，红方先把小卒杀了，黑方不能吃，不然下底闷死了。那黑方把炮一吃，红方把马一吃，现在双车捉双炮，但是没关系啊，胡司令移形换位，重炮打车。那这个时候红方先下底一将，黑方落士，红方挂角一将，他希望来个交换，那胡司令给马一吃，红方把炮一吃，吃完以后这里抓着炮还要车砍底士。那从表面上看这个棋红方绝对是大优。那这个时候任战国抬头看了看一脸严肃的胡司令，心说没想到我能赢了一代宗师胡司令，可是殊不知杀棋已至，对方还浑然不知。就在此时胡司令一脸严肃的脸上话锋一转，突然间露出他那让人胆颤的神秘微笑。那就在此时胡司令惊天妙手弃车砍士一将，这
这招棋走完，红方已经懵了，那他终是动不了的，只能老将吃掉。胡司令杀将一将，绝杀无解，一切归平静了。好了，棋友们觉得精彩，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波，谢谢大家。每晚7点直播，下期视频更加精彩。